段大哥，子夫是来放你出去的，你快走吧。你放了我，不但会背上维植死罪，更难以保全清白方域。害你的是我段宏，绝不会走。臣恕难从命，皇后请回。 快起来，段大哥，子夫今日以妹妹的身份跪求大哥，大哥快走吧。这些年来，大哥为了护妹妹，尽心竭力，子夫敏感五内无以为报，若大哥。 被诬枉死，妹妹一生难安。若我一走了之，祸及于你，我又如何能安？大哥枉死，子夫就能避祸吗？皇上正在气头上，大哥一死，妹妹也不一定幸存。反为亲厚者所痛，见仇者所快，功力不得彰。 求大哥速速离开，留有用之身。段大哥，子夫求你，快走吧。正如妹妹所言，枉死无益。好，我走。 但我走不是为了逃脱必死，而是要去面对，要为你洗脱污名，保你安然无恙。上！ 朕只是近司一日，竟然丰功的出宫，下狱的逃狱，宫中禁卫、狱内行阻，竟然形同虚设，连你也有拖延禀报之罪，难道个个都不怕死吗？陛下恕罪，小人只是……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见驾，乱传什么？卫青已死。 长公主平阳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，恭请陛下圣安。姐姐带卫青的铠甲入宫，看来是为皇后和段宏求情而来。 我今日是为忠贞不渝的贤后和披肝沥胆的忠臣而来。姐姐何以断定他们是贤后忠臣？敢问陛下，可知皇后为何能出宫？段宏何以能出狱？姐姐是想说他们的忠贤得众人归心，宁死也要相护，是吗？如果弟弟都知道的话，可朕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。 人证物证都指控他们背朕暗通，若姐姐亲睹证据，也会怀疑这表面的忠贤只为掩饰奸情。即使有如山的铁证摆在我的眼前，我也信皇后。皇后以心待人，我与众人是以心感受，绝不会被一物一言的伪证所动摇。弟弟与子夫多年夫妻，朝夕相处。
难道只因为一时急怒便漠视子父对你多年的心思情意，愿弟弟迷途知返。既然公主不知就里，勿须多言。我不知就里，只是答应卫青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，若要伤子父，先杀平阳。公主与皇后这姑嫂之情竟深厚到生死相护，姑嫂情再深都比不了你我姐弟情深，我不想弟弟追悔莫及。皇后之罪朕自有定夺，公主请回。陛下要定皇后的罪，臣就率众跪在宫门前，直到陛下回心转意。皇后德行惠及众人，下知香囊，满室迎芳，冬送裘衣，寒宫比阳，春酿百蜜，天下甘饴，秋收善果，福泽绵长，相信我能一呼百应，一同归宫见君。天下之人难道只信皇后贤德，不信皇帝英明？几日前你被击伤右肩，这卓和子能散瘀去血，是疗伤良药。来这何人？来抓你的人，当日我追踪袁叔到郊野，他突然消失，之后向我下迷烟的人就是你吧？当日你与袁叔通谋，你迷烟迷昏我，在盗取锦囊，诬陷我与皇后的人就是你。可惜你也因此暴露了行踪，你用以治迷烟的迷香草在长安城内并不多见，只要一问你就无所遁形。依药铺所言，你对各种毒物皆有涉猎，李夫人之死是不是和你有关？绝对与他有关，这里毒物众多，都可置于死地，而这个应该就是皇上赐给李夫人的绢帛，还有这个布帛飘香，上面的字用的就是御用凝香墨，就是它临摹李夫人的笔迹，作为污蔑你和皇后的证据。颜色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，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错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一要将。
记在心里，一池雪的清晰。熟悉我的回忆，臣妾不用了。皇后放走钦犯，已不将朕放在眼里，再多的礼朕也只是觉得虚伪。臣妾知道会触怒陛下，但臣妾此举只是不想陛下将来追悔莫及。段宏欺瞒君上，给予皇后，朕赐他一死，岂会追悔？倒是你向来恭顺谦和，为了他义无反顾的屡次违逆朕，私放钦犯，抗旨离宫，私下同游，朕在城楼盼你念你，你却与他相偎相依，策马而回，没想起当日所见，朕就不禁怀疑你对他的情。子夫的情全在这案上，初识时的世盟，相处时的情分，历历在目。平阳府初遇，上衣成宠，子夫此生难忘。陛下允我进宫，御船上轻言细语，说子夫是陛下掏心挖肺的知己，其言其情堪比这些赐赠的美玉玛瑙。其实子夫心中只盼永伴君旁。子夫只是区区佳人子，陛下却赠以罗缨，说与子夫做一对朴实绵长互相扶持的夫妻。子夫会以承诺，执君之手，扶持到老。陛下因王夫人失子夫之约，子夫掩饰醋意。可陛下仅凭马勺就读懂子夫的心，子夫为此忘却醋意孤寂。天下大定，陛下邀子夫出游，以守当年之诺，最后虽未同行，但子夫仍在离宫前守诺，为地图绣上盒子，和我大汉和乐奉祖。不错，你我曾是间谍情深，信誓旦旦，可这一切信物与当时的情话诺言，如今想来却真假难辨。当日顶住万千艰难阻力把你留在身边，到底是对是错？罗缨效仿高祖皇帝与戚夫人，以五色缕相击定情，可与你相击定情的到底是谁？我誓约当晚，你的醋意是真情还是假戏？你绣好的盒子却没有送给朕，也不肯等朕一同出宫，到底是不想失信于百姓，还是想借机重游故地，重拾故情？你为救他，愿意放下喜寿，不要后悔，连罪责也独自承受。朕真怀疑你对朕的夫妻之情，
到底是真心实在，还是虚情假意？既然多年相依相许之情，陛下只当灰飞烟灭，那臣妾留着这些定情信物又算什么？卫子夫，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忍杀你吗？情若断，虽生犹死。陛下要杀臣妾亦无惧，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明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。子夫自行了断。皇后被诬，皇上执意降罪，平阳痛心疾首，愿跪于宫门以身见君。若大家相信皇后清白，愿为皇后请命，请与我一同跪宫。丧之上，共留人归天。这钟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皇后的报丧之声。子父不能死。清白，你为什么不等？小人参见陛下。宫中响起丧乐，有人说皇后归天了。是，朕亲手毁了与皇后的和乐之情。陛下一定很爱皇后吧？亲手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看着她死在眼前，那种锥心之痛疼吗？朕确实内疚，宫中上下都相信皇后，是还身为她请命，而朕竟然怀疑她。陛下确实不应该怀疑皇后。何出此言？当初不是你力证皇后与段宏有私情吗？是。
不过皇后确实是无辜的，她寝殿的锦囊是从段宏身上偷来，亲自放进去的。那李夫人指控皇后的遗书也是你伪造出来的？是袁叔的同谋慕容凤临摹李夫人的笔迹，诬陷皇后和我的清白。参见陛下。连段宏都回来自投罗网，好，圆满，圆满了。我是带着你陷害我与皇后的证据回来，揭穿你的阴谋。我们在你与慕容凤藏身的草庐里找到了不少毒药，相信其中就有毒害李夫人的药，还有这些伪造李夫人遗书的证据。哼，不错，是我拿了御赐的绢帛和凝香墨，再叫慕容凤临摹其笔迹，伪造遗书，连毒杀李夫人都是我的计谋。放肆！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我早就生不如死，忍辱偷生，就是为了替楚服报仇。你奸斩楚服，我要你看着你守护的女人枉死。你更甚，是你下了杀令，害死我的楚服，还有腹中的孩子。所以我要杀死李夫人和她腹中的孩子，更要你亲手杀死心爱的女人，让你痛苦悔恨。你们一心要维护那妖女皇后，如今她却因你们而死，看到你们比死更痛苦，我就大仇得报了。朕看来是不能如你所愿了，因为皇后的家言善行，所以你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。宣皇后进殿。皇后仁德，天地福佑。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你迷惑？这丧钟就是让你以为奸计得逞，自揭阴谋。来人，将袁叔拿下。诺。不，我计划周全完美，你不可能不上当的。你计划确实周全，朕几乎也相信了，只是你做的太多，反露出破绽。你在披香殿一再怂恿朕杀皇后和段宏，朕当时已对你起疑，所以就一直在披香殿沉思一切。而且宫中上下干犯死罪，齐心协助皇后出宫，段宏越狱，连凡事都维护朕的亲姐姐也力劝，朕岂会不查谁是忠良谁是奸恶？但最后解去朕所有疑心的是皇后自己。卫子夫，陛下要杀臣妾吗？你以为朕不忍杀你吗？臣妾只是怕臣民会知陛下受迷惑而杀了大汉皇后，有损陛下英明，未免陛下担上恶名，子夫自行了断。这些才知道了。
后能以性命来维护朕的名声，又怎会寡情薄幸地背叛朕呢？袁叔，你对我们的恩怨全都源于一个情字，既然痴情，就当知道情在互信，情够深，信亦真。朕再招丽姬来查问，原来是你绑架了她的丈夫。丽姬夫妇情深，你却以其夫君性命威胁他诬告断后，就为了向我们报仇，竟连累一个弱女子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不，该死的是你们，是你们！苍天何恨？我白活了这么多年，都不能为我的妻儿报仇。但你却能与他同行，将袁叔拉下去，腰斩！诺诺诺！楚父，在天之灵赐予我复仇的神力！这次中的毒来自西域，毒性极强，已蔓延整只手臂，段大人的右手已废。你们从袁叔的草庐带了这么多药回来，就没有解药吗？即使有，要在众多的毒药之中找到适合的解药也需要时间，恐怕已经等不及了。不出一日，毒走全身，段大人便……星空璀璨，能在此欣赏真是一件美事，只可惜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如此美景。美景美事即使不在眼前，也会长留心间，成为美好回忆。回想这一生，原来最忘不了的就是童年与你一起成长的日子，尤其是领着你在星空下漫步回家。当时我牵着你的手，见到你不再彷徨失措，感到你对我的信任和依靠，看到你安然宽心的笑容，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此后我就希望一直守护着你，一直看到你安然宽心的笑容。当时我迷路慌了神，是段大哥在黑夜中给我希望，所以段大哥也定能带着希望撑过这一关。能护你至此，能为皇上而死，你的段大哥已经满足了。又梦到当日与你返乡，在故地河边的情景。当时我问你，如果没有皇上，你我会否不同？
说，没有如果。昨夜我却幻想着，物换星移，世事多变。倘若时光倒回，没有姬庆之上，没有上仪成宠，你我或许相遇重逢，相知相交，相守同衣。或许没有华衣美食，没有仆同成群，却有琴勋和鸣，北斗照耀，大哥再临子父，在星空下漫步回家。子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本应结草衔环，惜以身残，无以报皇恩，宁退隐浪荡，四海为家，悄然而去，是怕恩情难舍，请恕不辞而别。昔日恩怨，积成祸端，历经生死弥留，惊觉人生须臾若梦，如今断臂断情，至于兄妹之意，铭记心中。愿帝后同心同德，辅佐绵长，断鸿拜别。段大哥就此一别，不知何日能再相见。一个剑侠能够接受断臂之苦，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展开新生。但愿这段大哥心生中能觅得与他相守的人。一个忠义贤人，一定会有属于他的星宿牵引，找到属于他的缘分。我在夜色中迷路，听闻熏舍而寻路至此。请问姑娘，这宴舍可以投宿吗？宴舍正是给异乡客和迷路人歇息的一个方便，只因家父当年曾受迷路之苦，我们才在此建设为宴舍。鸿雁于飞，簌簌其羽，熏声阵阵，真是予人希望。之子于征，渠劳于野，明灯盏盏，指望与人信心。这宴舍却是迷途征人之福，只在这荒野中经营，实属不易啊。
宴设并非为了求财而设，正如大哥所言，是为了与人方便，给人希望。只是宴去宴来，总有迷惑之事。人生在世，孰能无惑？就让七星引路，再踏征途。只要能重拾信心，定可寻到欢喜啊！姑娘身隐丛林，却心如明镜，断鸿折服。大哥过奖了，小燕此生最美好的片刻，便是看到每一位过客在歇息之后，重现宽心安然的笑容。大哥风尘仆仆而来，想必还未用膳吧？不如尝尝小燕做的蒸饼。有劳小燕姑娘。十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漫步在这片红豆山中。十年花月，不许毁约。是再相见，我的心只有你懂，孤寂难走鸳鸯梦，谁的心事在做梦，情缘别离却难重逢。我们去过流县，又到过江南，皇后觉得如何？陛下已实现带臣妾踏遍九州的诺言，看到百姓和乐安康，臣妾心满意足。还记得当初你看到这椒房殿，如何兴奋好奇吗？如今此殿却因你的贤德而闪耀。臣妾只是不敢违约，故邦安民乃陛下之志，和乐后宫是臣妾之愿。你我立约，同岁之愿，此生为妻。如今不再苦饥寒逐今晚，陛下已如约勤政安民，天下和乐了。子夫也做到传德汉室，教化天下的大汉贤后。愿你我白首偕老，共正盟约。
像月色一样的沉默，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。寂寞的烟火，忘掉年月，让天空快乐。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错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意了解夜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清晰。我的回忆。